我们都在上面有道，车上四个，一个都没回来。是。咱兄弟俩今天坏事得交代的。营长，带弟兄们突围吧，没接到上峰的指令，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？ 真的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Hilfe?大上海，守住这道后门。 硬家伙。
我们得要不多。 小姐，你看这，常叔，没事的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不行，这枪炮不长眼，这万一个啥闪失，你让我放心吧，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。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，没事的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，你非要去啊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，你坐那边，咱们一起去。 Thank you.
大哥，突围吧！没有上峰的命令，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。营长下命令了，就在此。